안녕하세요. 저는 한국 서울에서 온 유호인입니다. 지금 중국에서 역사학을 공부하고 있습니다. 현재在 复旦大学 历史系 博士. 福州人知道的所有的经典上面，如果韩文是都是我翻译的。他们的这个文化以前是，比如说用翻译机来翻译的，很乱七八糟。韩国人来看也看不懂他们讲什么内容，那现在是。 没问题的。他这个房子是清朝跟那个明朝，然后民国时期的风格都混在一起。那我韩文的时候，他的名字、当时的这个职位，我都是用旁边有括号写出来的。你们理解的近似是什么呀？是一个学历啊。对啊，这是学历啊。韩国也是表示一个学历高等的叫近似。 中国的文化流传到韩国，但是你看这个"金字"这个单词，英文翻译的时候，他们是用老外理解的单词来变换。因为我毕竟专业是历史学，他们想表达什么，我都可以比较理解。我叫李浩宇。 我这个阶段是已经博士了，一起床到睡觉之前都是在看资料、写论文。我也希望4年内毕业，主要是研究中韩关系史、中韩李尔康的史的部分。这个方面，外国博士在复旦是只有我。辛亥年。 6月15日，哦，辛亥年啊，是1911年。这是报纸啊，很多史料是非常难找的。现在中国也是发展了很多数据库，所以比之前好找。这个新闻里面报道了高丽人姓刘，这边这么大的字，这个人跟我姓一样，姓刘，在青岛直接跳。 自杀了，跟他见面一起发现的是一个皮包，可是5块钱，还有一个决明书。1910年8月27日开始，韩国是被日本的殖民地了。这个姓刘的人是自己的一些兄弟朋友们流亡到中国来开展了一个求古运动，理想是好，但现实没有那么好。朋友呢得病死了，被密探。 暗杀了，自己身体也不好，那只能写一个自己的故事。想告诉一下中国也好，所有韩国人也好，我是这么死了，但是要不要放弃出国？最早是09年来中国了，因为这个史料在中国呀。历史学家是史料在哪里去哪里。 我先去福建师范大学学习这个汉语，就今年12年，我老婆是福州人，所以离不开。啊，这次台风太大了，我结婚10来年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好心疼，这个太小了。 看有没有长长的那个，没有那么长的。啊，头疼。有没有扫地的那个雨刮呀？家里淹了，水要冲出去。啊，是这个。哎，咋这么小啊？这个够了。这屋太松啊。喂，我这里好热嘛。好好。旁边好像只有我一个韩国女士吧。 我平时不说韩语的话，他们也是看不出来。我老婆是讲你，所以我是处理很多事情。这才是福州女婿的真正生活呀，要孝顺嘛。刚过来的时候，每天都想说晚回家，但现在习惯了。我很喜欢我这个老家，他们对我非常好。 如果没有我老婆的话，可能我读不到这里来。
我在复旦博士里面，我是年龄最大的，现在我是在出社会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再读嘛。我父亲跟有几个长辈是比较反对的，你现在已经有这么好的工作，干嘛又辞职去再去读书？我快4年没有很好的一个收入，我老婆一个人吃苦在福州，我说我觉得福州老婆是赚的最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是可能再来一次也不一定遇到，好不容易的事情。对，所以最后决定还是，所有人都放下去读书了。以前我们抗日时也有很多中国的人帮助了当时的汉人。我为什么研究这个？有可能我以后我的孩子，希望两个国家都要和平，但是两个国民要和平的基础认识。 最重要就是这个历史，所以我是对这个研究历史非常有使命感。所有的现在的韩国亲戚长辈，他们非常支持，因为他们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是要研究中韩关系的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的和睦，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种伟大的目标。<笑>